各位，我常说哈，其实音乐不是用讲的哈，实际上音乐是用听的。我前面这么多努力，只是引导大家说有这个方向，你去听，听一遍跟听一百遍的感觉绝对不一样。哦，我今年已经60岁了，我这样想说，我们小时候都知道说亲情啊，要孝顺父母。随着你的年龄，越体会才会越深刻。啊，什么情都一样，爱情、亲情都一样。所以音乐是教我们去体会的一门学问，只不过这个西洋古典音乐它不只是这样听而已，希望音乐的音响不是只有从你的耳朵飘过，而是进入你的内心的心坎里。那我只是用一些理论上理性上的基础架构跟大家提点一下，像你刚刚哈，我们在马上复习有没有这么很按照规矩的城市部第一主题，城市部第二主题，然后就发展部、发展部，最后回复到在线部第一主题、在线部第二主题，最后结尾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原因哈，你所有的音乐，几乎第一乐章都是这样，交响曲、协奏曲、奏鸣曲什么曲，全部都是这样，奏鸣曲是最完整、最严肃的，也是最完备的一个论说舞的形式来表现。啊，哎，真的很不简单。给自己再拍手一下啊！啊，当然了，也感谢他们。你看，已经很可怜了，单纯演出就好，被我抄成这个样子啊！啊，他们心里面 always 说：“哎呀，罗斯啊，要不要跟郑律师？”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不然要多一倍的钱，我才要合作。可是，我可以跟保证各位，你在一而再、再而三，这个公式不是这公式。约定俗成的，很多音乐家这样成长下来，就用这样方式的表现最有料。我跟各位讲，第一乐章最辛苦，好鬼心的鬼啊！过来，大家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如果第一乐章叫论说文，第二个乐章就叫抒情文啊！我不会再从头到尾这么辛苦一遍的，音乐家也不会从头到尾写这样的音乐让你太乏味了，太多太紧了。所以第二乐章就抒情一下，那抒情一下一样，音乐其实都有分段的。我们等一下，假设 A 跟 B 是两段不一样的音乐，它前面开始就是 AB， 好，再一遍的 AB 就结尾就结束了。好，那 A 跟 B 性格是不一样，我们现在先让你们秀出来 A 段音乐出来，你记住它有一个节奏，一长两短，还好不是三长两短，一长两短，你看哦，我这样比让你知道那个节奏的样子哦，这个是非常轻快。第二乐章，第一乐章是 A 小调，第二乐章变成 C 大调。我刚刚讲了 C 大调，大家最熟悉的，你看啊，就很愉悦的心情啊。来，开始。谢谢，有没有？噔噔噔，好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有没有一长两短？我告诉各位，等一下下半场的一首曲子又是跟这个一长两短有关系。所以有些作曲家都特别喜欢一种节奏，就是他心灵物中用奇怪手法会写这个节奏。好，所以前面就是这个音乐，那 B 段的音乐 ，B 段。进行之中有点变化，就是有点变化啊。这个其实要听久了你就知道。再来哈、哦，第二遍的 A 出来的时候，它不是照本宣科一样的出来啊、哦。音乐的美感在哪里？在变与不变之中，不断丰富跟增加它的色彩跟能量。好、哦、啊，无时无刻无不在做精彩而巧妙的对比，像画画一样啊。啊、哦，画画啊，水彩画啊，你要配色要配得好，要对比色要干嘛哈、哦？这个都是。同理可证的跟美感的精神都差不多的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这一段最精彩是第二遍的 A 出现的时候，它是怎么铺排的？第一个，我们刚刚如果记住它的旋律，滴噔噔噔噔噔，好，就是这个旋律。接下来你看它怎么铺排，它就是他们四个人，就是从它开始，一人讲一句，一人讲一句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要快要回复到 A 段的音乐了。那一段 A 段音乐出来，刚刚的旋律出来之后。第二小节用缠绕式的音型再把它缠绕着它，
来丰富他的知度跟色彩。所以你看啊，他们四个人怎么样？一个人从一句一句慢慢铺陈完之后，那一段旋律又出来之后，看第二小提琴怎么把他的旋律缠绕住。旋律四重奏多么美啊！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的作曲家啊，那个都是音乐家啊。我给他们的演出费也都一样啊。如果他7000，他10000，我就被打了啊，对不对？演出费都一样，个人的地位都一样。那只是说，有时候他当主角，有时候他当配角，有时候他啊，你讲的是别人，等你话小一点，看见没？所以既分工又合作，啊，就是交响乐曲的精神是这样啊。所以以前有人家说啊，难怪啊德国军队那么会打仗，因为他们从交响曲就开始配合了，就是团队精神要好，既分工又合作，哦，没有说一个人哇睥睨一切，然后骄傲就是一个主角，旁边要合作，要整个交响起来，所以叫交响的曲子。所以就是他们四个地位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各有巧妙，啊，好。好，我们这个第二张很简单哈，我来十秒钟 ，A B A B， 我比一就是 A， 比二就是 B， 啊，你俩，可是每一段的 A 出现都不一样啊。你看到，我中间有比较激动的地方，就是其实是他们作曲的时候，就是刚刚讲的副格啦，复音音乐把你声响把你弄。就比较热闹一点而已，这样就会有一些对比，不会说让你睡着，有一些激动啊，有一些和缓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所以第二乐章就是这样 ，A B A B 啊，最后结尾只是按照 A B 的一些音乐的片段做一个小小的回味，这样子而已。好，好，以热烈的掌声迎接第二乐章。Thank you.